我怎么会这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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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欢迎大家搭乘我们的时光穿梭机来到我们的古代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李老师。很多日不见，有没有想老师呀？想啊。哎呀，老师今天是美滋滋的啊。不过确实今天把大家召集回来呢，就是因为老师想大家了啊。当然这是一个想念啊，一种情怀。最重要的是老师在天上啊稍微打个盹儿，大家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经过很多日子很多岁月了。哎，巧了，今天呢我们穿越回来呢正巧碰到我们古代过端午节。你们知不知道端午节有什么寓意，有什么来历？纪念屈原。屈原？纪念屈原。屈原是谁呀？屈原是楚国，当时因为是春秋战国时期，他是与楚怀王合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，他是个忠臣。但是因为楚怀王被那个秦国给骗到秦朝去了，然后就在那里死了嘛，然后就屈原就非常悲痛，所以他就在端午节五月初五这一天，然后就跳河自杀了，跳汨罗河。那关于你是不是也姓屈啊？这跟说自个儿家谱似的，那么说。进来就是有时间的话就会找书看，比较喜欢看历史方面。突然觉得你就是浑身上下闪着光，特别好啊！大家要向我们关于学习博古通今，能文能武啊，这也是今天我们召集大家回来的一个宗旨，让大家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表率、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啊！哎，今天穿越到古代了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呢，分别要进行文状元的考试和武状元的考试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文状元的测评试题就是作画。平时大家有喜欢画画的吗？有。都用什么来作画？用铅笔、碳素笔、铅笔、也是铅笔。对，蜡笔、油彩。啊，听上去好有技术含量的感觉。大家看到我们的桌上啊，有笔墨纸砚，这是我们古代文房四宝。大家对这四宝有没有了解？有。笔就是用来写的，然后呢，砚是用来装水和墨的。然后墨就是像这样子的墨条，然后兑上水就可以变成墨。然后呢，就是把墨放到砚里头，然后呢，用笔蘸上墨在纸上写。哇哦！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我们古代的不管是作画还是作诗哈，要写字儿都要用到我们这个文房四宝啊。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文状元的试题，作画。墨的调度很难调成啊，这墨深度不起，得不深不浅。我打算用一张纸试笔。我画错了，怎么啊？墨水不小心滴了一下，然后那张纸画错来，首先我们从恩硕开始吧。恩硕，你把你画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看。哎，等会儿啊！我的天！
我们其他的成员猜一猜，你恩秀画的他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小凯。小凯。小凯。恩秀，你画的是小凯吗？是，因为小凯他的脸蛋有着红红的，特别可爱，就所以我画两边这个圆圆，然后加了两个点。这个鼻子我想把小凯鼻梁画高点，但是最后发现画成了个大黑球。那鼻子的话这么大个，那眼睛为什么画这么小呢？你是觉得小凯的眼睛就是很小吗？不是，一开始我没想到小凯。来来来，做个对比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凯他嘴这儿为什么我要画两个蛋，因为小凯是笑的话这儿会有那个弯的那个、小括号那个，对，所以我就画了一个这个。小凯，你觉得画的像你吗？我觉得绝交吧，绝交。我现在突然觉得有点像一个小丑。好，来我们看看第二幅。我画的是小凯，你画的，你先给大家看看，大家猜一猜这是谁？肯定恩树啊，恩树的小辫子那么突出。那恩树，你画的恩树的脸怎么有点圆呢？像个土豆。确实挺像土豆的。就因为当时是这样画的形状，然后就是这样画的，结果就不小心那个脸就偏了，所以就没有画好了。不小心偏了。然后当时我看那个恩树的眉毛是从就是这样勾回来的，然后就把他的眉毛就是画成了这个样子。你的意思是我的眉毛是波浪的，就这样在涂。就波浪的形状跟别的人不一样，对吧？有自己的规律。雷公吗？关于你把你的画作给我们大家展现一下。我的天，要画阴了，太阴了，太阴了。是戴了个墨镜吗？鼻子那块还有一个痣。我觉得这幅画特别有那种小学的时候去春游参观动物园，完了以后看到猴山回来时候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有没有啊？好，这幅画你画的是浩浩哥哥。对。是不是谢谢你把我画的那么帅？没有，我刚才没有什么。你看能不能通过后面这段解释来挽回友谊？来，请开始。先解释一下，这个比络腮胡还要粗的这个轮廓线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跟头发卷差不多厚的轮廓线，请做好准备。你先解释一下那个熊猫眼是怎么回事？你熊猫眼长头身上了？浩哥有时候眼睛就他喜欢画眼线，画那个烟熏妆。怎么还眼睛耷拉着都没睁开？除了这个画作之外，你心中浩浩还有哪些特点？他那个耳朵就是耳朵不好使，听不见。老师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就是看不下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家浩浩这么着水灵，就是你愣一个猴愣说是我们家浩浩，我有点不开心，你知道？从你的数过第三个，这是我看到最惨不忍睹的画作了，我这打抱不平。行了，浩然，你可以不用说了，也有这一天呢。看着 KO。来，接下来那个俊一，你怎么也是俩？还有一个是配角。配角，给大家看看他画的是谁。哇，火柴人。那个绝对是电甲哥哥。小马，你觉得他画的是谁？电甲哥哥还有小恩叔。还谁？小恩叔。小恩叔，这怎么家乡口音？小恩叔。哦。电甲哥哥是因为他在玩魔方，小恩叔是因为他长得太矮了。不是，电甲哥是脸大。不是，等一下。全军出击！你先，你我听清听清楚第一点的，电甲脸大，然后第二点是不是颧骨大啊？脸大，第二点是颧骨大，还有点大。我不说了，我想见你。Ace， 来，你说说，你画的是谁？这个我画的是小凯。哪个是小凯？这个魔方的。对，小凯也玩魔方。不是玩，他想学魔方，然后他想学。对，然后这个学不会。近距离看的还是很像的，来把嘴又闭上，对对对，就是刚刚那样，看是不是非常像？你看它这个肉，我觉得有点像茄子。你要这么照比的话，我觉得是挺像的。对，你看这个肉，看这个肉，这两边肉都已经很圆圆嘟嘟，很可爱。然后再一点，小海的眼睛特别大。啊，小海的眼睛特别大，所以我也把它这一点画出来了。哥哥，但是怎么感觉你画的是蛇的眼睛，茄子的脸？
老师，我等不及分享我的画了。别着急，扫码留个最后、啊。咱们快点呗。咱们最后才有十足的机会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啊！然后我再去比一下垫脚。走，放松，放松啊！你听那个俊一老师的那个摆布啊。然后眼睛像以前那么大就 OK。对，站好，看镜头来。放松，放松，好。冷静，店家哥，冷静。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解决。有什么事先找你解决。然后还有他的鼻子，他的鼻子没有鼻梁，只有鼻头。就是，老师你可以坐下了。哎，我坐下吧。来来，我们看看店家，你画的是谁？群艺哥哥，群艺。小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脸有肉。小凯，你以前没头发吗？我有头发，当然有啊。你举起来。我只是时间原因没有画头发而已。十分钟，你就画了六笔。磨了四分钟，不是，八分钟。不是啊，你画个点儿，你也可以啊。下巴没有画得太好，所以就把下巴修了好长时间，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时间给它封住。你这下巴是修过的呀？你都咋修的呀？是画歪了，所以就往那边修一修，画歪了而已。也没觉得修成什么样啊。来，接下来画画，把你的画作再先展示给我们大家看。我觉得这个浩浩画这个画其实挺有感觉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模像样的。你画的是谁？大家能看出来吗？硕，小恩硕，已经写出来的是硕。不是，我要过去收拾。硕，硕，等一下，冷静，硕，冷静，好说好话，扔。你把我画成雷公了是吗？雷公，头发乌云做的，这乌云。我帮你拿着啊，那你看。看清楚了吗？来吧，跟我们一样上去捏吧。你觉得像你吗？这是个什么？这可能是个葫芦吧。啊，那这是个什么？这是另外一个葫芦。啊，你觉得他画一点都不像？一点都不像是吧？差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差评我抗议。我们听一听浩浩怎么把自己的画圆过去来。因为他经常哭，就是没有事没事，然后一笑起来就会扩张鼻孔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？爱动动，而且恩硕嘴唇，恩硕有一点厚。嘴唇，你觉得嘴唇厚好还是不好？好 ，sexy。有一点你肯定满意，我给你画成了瓜子脸，你看多紧，那不是瓜子脸，他画的是一个橄榄球。来，恩顺，你评价一下这幅画，你觉得哪些地方你满意的，哪些地方差评，哪些地方实在是太不像话？我满意的就是那张纸的质量不错，现在比较满意。唯一的优点，唯一满意的地儿了，是吧？最不满意的点就是他把我画太丑。你说你长这样，那我还有啥招？好了，我们先说到这儿。来，我们看看小马，你画的谁像 ？Happy， 对的。好开心啊！哇！二叔这个是你，二叔这个是你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脑的那部。扣分，零分，画啥？这些都是虫子，二叔被虫子给咬了。哎呦我这个天哪，咬得连人形都没有了。无数人画你，咱们两个今天怎么了？之前我本来是画的好好的，这个是卷毛，就是恩叔那个卷毛，然后来虫子飞来了，眼睛，然后嘴巴，然后鼻子，然后这身体都画的好好的。
们说完几个，然后我点了一个大份，然后他俩说完一个，然后又点了。所以他们说完之后，你觉得恩寿还不够惨，还要再添点柴，是吧？好了，经过他们互相厮杀残杀的这么第一轮的竞技之后呢，我们看看导演组到底对大家有如何的评价，究竟是谁的画作更加的新意，更加的深入人心，更加能够抓住细枝末节的小观点来表达人的个性呢？好，那今天的第一轮文试的第一个环节呢，我觉得考试的非常的顺利啊，我们都看到了很多每一个孩子平时可能看不到的这些小小的特点，所以呢恭喜大家全员过关，当然了我们三位小朋友也会有额外的加分。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试考试的第二道测试。第二道试题是竞答。文试第二关进行竞答，第一题判断题。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当中包括端午节吗？请作答。哦，军医，军医的答案是最高最高，四大传统佳节包括端午节啊。恭喜军医回答正确啊，出奇制胜。来，我们来继续答题。第二道题，下列名称当中哪个名称不是端午节的别称？ A 端阳节， B 六月节， C 龙舟节， D 夏节。请作答。 B 我选的是 B。 浩浩先举的，所以浩浩你觉得哪个不是端午节的别称？ B 六月节。六月节，因为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，然后呢然后又是阳历的五月三十号，都没有跟六月就是有关系，所以我感觉但不一定能对。好的，非常好，你的感觉对了哈，跟着感觉走特别没有错。恭喜我们的浩浩回答正确，获得一分。瞎编都能编对。好，来我们继续来答题，请在20秒钟的时间内写出5个端午节大家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习俗。计时开始，写出至少5个啊，有5个就过关。端午节大家都要干嘛？3 2 1，请笔。那个俊一，我本身呢写了5个，但是我想一想吧，这个不说完以后我就写6个。好，6个那么厉害。来来来，给我们展示一下。插艾叶，艾叶第一个，然后呢赛龙舟，龙舟2个，包粽子啊，包粽子没错。然后呢吃粽子吃粽子啊，扔粽子啊。还有这个带香包啊，带香包啊，然后我那个粽子这个算一个系列了，算一个就有4个啊。那我重新说一点，就是插艾叶，插艾叶，还差最后1个，我写哪去了？我啊，对，还有那个喝雄黄酒，写不行，对，太乱了，我就忘了，我们都忘了。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写7个。哦哟，这么厉害，给我们看看。那你吃粽子，粽子，赛龙舟，龙舟，带香囊，香囊，然后艾叶，插艾叶，然后喝雄黄酒，还有菖蒲和蒿草。哦，厉害厉害啊！带吃粽子啊，带。我写了7个。在这一轮我们这个写节气的习俗的内容当中呢，我们算是俊一和浩浩同时获得胜利，好不好？来，同时积1分，哎，恭喜。好，来我们继续来答题，请听题，请用以下3个词语来进行造句。队长，
游凌乱。来，请作答。假了，假了。来，我们看看，浩浩。第一队长为凌乱的我们加油。我造的是队长的头发很油很凌乱。啊，不错不错啊。来，小凯。我写的是没有写完的，就是去云队长为我们炒菜，然后放多了油很凌乱。队长爱吃带油的东西，但也吃得很凌乱，就可能一分钟就杂食什么都吃哈，稍微的对油腻的东西比较的喜好。来，第一你自己说。队长家的油瓶很凌乱。队长带我们去他家，他家有很多的油，家里很凌乱。凌乱中队长为我们炒菜。油呢？我错了。然后逗号不放油。好了，哎呀，这个大家都还是不错的。我建议哈，在这轮环节当中呢，每个人都记一分好了，对吧？对这个三个词的这个掌握呢，还是不错的，好不好？可以作为粽子内馅的食物有哪些？预备，开始。大枣。死了。好，那个小凯出局。好，来你继续，翻译。米饭。猪肉。腊肉。土豆干。猪扒。蛋黄。牛肉。花生、红豆、蔓越莓、玉米、蜂蜜、鸡肉、碱泡的那个碱泡的那个糯米。啊，就是你这节奏也不对，答案也是更加的离奇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第一出局。来，我们继续。等一下。好，来出局啊！来，从我们的号开始。哎，糯米，糯米说了。哎，糯米说过了，出局。来，从小马开始，来，预备，走。菜花，红豆，哎，我说过了红豆。最后我们的终极对决，由我们的小马和关毅之间来进行。从小马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胡萝卜，虾米，鸭肉。小马由于太残忍、太不人道的原因出局。本轮的冠军就是我们的关毅，恭喜！鸟肉也可以加呀，鸟肉怎么加呀？蚂蚁你不螳螂、蚂蚁肉、蛇肉。经过我们高水平的激烈的争夺之后呢，我们本轮的竞答题的环节呢也是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状元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，第三道试题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文试的第三道题目。第三道文试题目是包粽子。粽子呢跟端午节的关系，我们的小星星们都知道哪些典故哪些历史啊？知道。来，你先说。粽子它为什么会有粽子呢？因为屈原不是跳汨罗江了吗？对，人们怕那个就是江中的那些鱼儿或者虫儿，然后咬了伤着屈大夫了。对，所以把包出来那个粽子，然后往江里面扔，这样不会让虫儿鱼儿们吃他的身体。来，你再补充。屈原楚国人们，楚国人就是靠近海。靠近有那块有很多河，有很多江，他们就很会游泳。楚国人，所以当年屈原大夫是，那个自己身上绑了块石头，然后跳下去，然后所以他就沉下去，然后就死了。那就是跳下去。哎呀，真是的哈，不过确实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门道哈，在战国时期的时候，由于我们楚国郢都失守。
徐大夫含恨跳进了汨罗江啊，就像是我们那个观音说的一样，很久都找不着，所以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去划龙舟、去寻找、去抢时间的这么一个习俗。首先呢，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包粽子啊。这个粽子呢，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我们的糯米，哎，糯米。然后呢，在里面要加什么馅儿、加什么料呢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，包括肉馅的啊、大枣的，哎，这个蔓越莓的、葡萄干的、花生的、冰糖的等等等等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来进行协调。当然，粽子区别于其他的糕点，不同的最大的外观之处的区别在哪儿呢？它是我们的粽叶包裹起来的哈。这个粽子呢，看上去是个三角形，其实呢是一个多边的立体的一个几何图形，所以难度就在这里了。看上去简单，实际上呢，哎，也不太容易。所以刘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怎么样包粽子。拿到了我们这个粽叶之后呢，首先要把它洗干净啊。选取我们粽叶的一头，我们要先给它弄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斗。你看，来，先折一个三角，再。先把根儿剪了。哎，通过两个对折的三角形之后呢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斗了。真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先在我们的底层铺上糯米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切记不能够铺太满，只能够铺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二的位置，我们要放什么呢？放我们的馅儿，在中间加上我们的蔓越莓或者葡萄干。好，当这个斗呢已经齐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就可以顺势跟着这个三角形，来进行包裹。这最后呢，一道工序就是用我们的棉线，好了，把粽子给包裹起来。好的。这样呢，我们的一个粽子就包好了啊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干什么事都要慢慢来，心平气和是。刚才谁说那个不会窝窝斗了呢？我。这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推到末，对，推到最末，最末这个位置。来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来，这样子，老师，啊，可以，非常完美啊。那就可以放了。大家这个整个抖的时候，记得收口啊，最下面要保证它不漏出去啊。适时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调整。老师，这样子吗？可以。那这是第一个三角形，对，再转第二个三角形。上面能再放一点？这是不是有点小呀？老师，你可以教我，就是什么样才能变大呢？你把它撑一撑，不就变大了吗？你看，嗯，往上一点，往上移，你看，够大吗？够不够大？够不够大？啊！但是太大了，待会儿不好包啊。有没有花生了？花生，你吃完了呀？为什么？下次给我一花生吧。是不是看上去挺简单的，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？是的，非常不容易。啊！谁让你们老师讲课的时候不好好听？被自己先动。我没动啊，老师。老年粽叶咋这么难呢？不过你看我老人让我包着这个也挺好，这但能能吃好。老师你继续端杯水吧，我们很忙的。Ha ha ha!
这个粽子啊，外叶和我们的线给它裹成什么形状，最后它出来就是这个形状。没事，我不吃了。老师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这个有点乱，老师求求你了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停手。最后一轮文试的考试哈，一切都基本上已经是尘埃落定。那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这一次的文状元的文试的考试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那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学渣啊，状元和学渣已经有产生了。我想请我们的导演宣布我们今天的文状元的文试最后最终的排名。小凯他的脸蛋有着红红的，特别可爱，就所以我画两边这个圆圆，然后加了两个点点。我造的是队长的头发很油很凌乱。这些都是虫子，恩硕被虫子给咬了。凌乱中队长为我们炒菜。油呢？我错了。这是老年粽叶吗？咋这么难呢？时间到，来，小马，不许再扎了。好的，我们不管在今天上午的文状元的测评当中取得怎样的成绩，我们都不要气馁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，我们还要继续散播光和热。接下来下午时间，我们将继续进行武状元的测评考试。那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一步到户外来开始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武状元的测评环节当中。我宣誓。敬一，给一个超大的爸爸吧。3、2、1，走。给我拿把刀。